他的影片是最多的，就是加这支影片总共有三支了，就是那个Focus 的 ST Line Lomo 赛道特化版。那我们这一台的话就是改款后的，就是 X 版，就是 Lomo X 这样。因为我个人蛮喜欢涡轮车的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福特他们的配备又很敢给，所以其实这台的话我还蛮推的。然后在就是它税金上面就是也都还蛮省税金的，然后又是又涡轮车，然后配备又好，外形又帅，所以非常推荐给就是年轻人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我这支影片会着重在介绍就是有 X 跟没有 X 到底是差在哪边，因为之前我们介绍的都是没有 X 嘛，就是一般的就是 Lomo 这样。对，那现在这台它叫做 ST Line Lomo X， 那就是我带大家来看它，主要是有两个地方有就是跟之前不一样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。好，那首先大家一定会看到就是跟之前很大不一样，就是它的头灯。来，我们近看它头灯的话，这一次头灯的话之前是叫夺目之脸，然后现在叫做旭日之刃。好，那它这个头灯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是选用最新的那个 Dynamic LED 智能动态照明，然后它包含了以下功能，就是它有转向辅助照明，然后主动式转向辅助照明，以及动态多光型照明，还有自动远光灯，然后还有智慧型防眩远光灯，跟最后一个自动水平调整。好，我觉得因为我晚上有开过，所以其实那个差异真的是差蛮多的。这个真的是到晚上开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那个差异。所以头灯的这部分就是一个升级，我个人就是其实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再我们看第二个不同，就在于它的轮框。是很明显，那它的那个轮圈的尺寸规格一样是23540R18，然后牌子是那个米其林的 Co-Pilot 的那个好牌。那它这个轮框的名字呢，它是叫做德制的这个 ST Edition 的驯压轻量性能铝圈，那就是名字就是有点复杂，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是帮助这四颗轮胎总共可以减少8公斤，让你就是在抛架感会变得更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其他配备呢，我就会快速带过了，因为毕竟之前拍过两支影片，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拍的影片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STI Lomo 呢，好，它有个很大的特色，来这边重低这个丹麦知名品牌的这个重低音的扩大器。然后它配置的是胎记跟打气机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台的后车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内装的样子。那内装的样子就是有运动感的这个跑车化的这个座椅，有红色车缝线，然后电动椅，驾驶座的电动椅。好，好，来我们现在看我们这台车的里程。这台车的里程的话跑蛮少，1521次，那是里程保证。那我们再做通过 ESP 三方认证哦，认证书在这边。好，那大家也可以在网页上面查看的，这边我就快速带过。然后在我个人蛮推的，那这台大家看看方向盘，好，这边这个车道偏移好维持的部分，就是这台车它应该算是福特他们家应该是最先就是有 Level 2，这个就是他们那个 Co-Pilot 360，所以我才说就是福特他们真的很敢给，他们比其他品牌就是很早就给你 Level 2这个东西，就是所谓的全速域的这个自动跟车部分。好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买车，但我们说阿萨没有跟车啊什么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方向盘的一个加减的快波也有，然后再来看，好，前方这个 HUD 抬头显示幕，好，它就是这样看清楚吗？它就是有限速的功能，好，然后在你开车的时候，它有一些导航啊什么什么的也会显示在上面。好，然后荧幕的部分呢，荧幕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哈，这台的话，我自己喜欢的就是，它当然有基本的导航，它是有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有那个，它
有那个 Android Auto 跟那个 Apple CarPlay 的功能，这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冷气部分呢算是恒温空调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蛮喜欢的无线充电板在这边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那个排档是做旋钮式的排档，然后电子式的手刹车 Auto Hold 的功能，然后那个它有三种模式的一个切换啊，简单的模式啊，运动模式啊，这样。那整体来说是这样子，看它内装。然后再来，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它的那个黑顶棚，大家看。好，最后一样要看一下引擎这部分哦。那我刚好忘记，我们这里是2021年的，好，2021年的 Ford Focus ST-Line Lomo X 版。那这台的话，就它是 1.5cc 的，所以 1.5cc 涡轮，然后省油省税的好代表这样。然后它的马力最大是182匹马，那扭力的话是24.5公斤米。我们在车的话只跑10000多公里而已，然后 ESG 双峰认证，保证都是非事故、非泡水、非营业车，里程里约保证。如果上述不符，我们就会原价退车。好，那再跟大家复习最后一次，就是 X 版的两大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灯的部分，那个 Dynamic LED 的那个多功能的那个灯，就是有很多功能。第二个重点就是它的轮框。那个炫压式的那个轻量的那个轮框，然后就是减了总共四颗减了八公斤，所以就是在整个超价感上面就是会更轻盈。那以上就是我介绍这台 ST-Line Lomo X 版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就是可以私讯小编我或是下面留言。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只要我们来我们 S-Line 御风汽车试乘赏车。只是高雄市大区地形路137号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